殿堂级公关主持何安达、林毓华，资深传媒工作者，从事公关多年，客户包括大企业同国际公司，危机处理专家，传媒训练资深导师何安达，曾任重要政府公职，但一定唔系白宫发言人。林毓华自嘲误入歧途，成为新闻逃兵，两大高人联手主持关公殿堂。节目内容不代表主持客户意见，所有主持处理的客户个案将不会在节目内讨论。2月5日星期一啊，农历啊年26啦啊，佢周末就已经系正月初一啦，真系啊！啊，寻日我谂香港系得一个话题嘅啫，就系美斯吓，美斯。你有冇份喺？40,000人我就冇，不過我屋企人有買到飛去睇，我女同佢嘅夫婿啊，有去現場睇嘅嚇。咁啊，兩個有冇一齊去啊？佢哋啊嘅睇法就係當然覺得唔，因為美斯冇落場打咧，梗係唔值嗰個價錢啦。但係就覺得有呢個賽事又係五即係入咗五個波咧，係覺得成件賽事係精彩嘅足球賽事嚟嘅嚇。OK， 嗱，我喺電視直播睇一部分啦。嗱，呢個即係真係好失敗，好失敗。即係嗱，你諗翻轉頭成件事先啦。係。我哋講咗好耐啦，即係香港要啲國際盛事要谷起去啦，係咪？因為咁樣希望帶多啲遊客嚟啊。呢個係蝦窿啊，擺翻上去個地圖嗰度。係。係啊 ，Taylor Swift 咧就冇咗啦。冇咗啦。嚇就。冇佢個電話啊嘛，唔識得打電話。太搵笑真係。咁唔知邊個人哋？唔知邊個有阿碧咸嘅電話，搞掂咗啦！今次真係嚟啦。阿碧咸同香港不嬲都有商務嘅往來噶嘛。有啊！有今次都係啊！即係我估佢一嚟就嚟做好多件事嘅。係啊係啊，大隊波嚟嘅，即係好多生意上高嘅嘢。嗯。我想講嘅問題咧，係本應一件好好嘅事嚟嘅。嗯。結果咧，搞到咧。CNN 你知唔知點叫啊？Messi 啊，Messi 就變咗 Messi，Messi 係啊！英國嘅衛報啊，即係好多啲我睇到嘅英文嘅外邊國際嘅主流傳媒啦，都有報導呢件事，係即係一。即係變咗香港好似笑話咁樣。唉，醜事傳千里啊嘛！喺呢個 X 嘅平台啊，即係呢個以前嘅 Twitter 啊，經已亦都係好多人喺度討論呢件事啊，真係啊！嗱，我自己覺成個，我真係覺得個感覺咧，即係佢哋之前咧呢隊波啦，國際迷亞物就先去沙特。打了兩場波，呢兩場波咧就分別係有即其實都有出場啦，係嘛？即美斯都有出場，傷咗嘛？但係係即然之後咧，到嚟我哋呢度咧就話傷咗啦，跟住咧其實佢又去日本，係。他又去日本，我覺得他在日本會出場的。我覺得他在日本出場的。點啊？欺負我哋少少香港啊！即係個我真的有咁嘅感覺啊！係，即係啲酋長又唔好蝦，日隊人日本人啲足球又勁啲，你香港咧，你即係真係好蝦啲，我覺得。你諗下，佢由落機嗰下。影相開始，那個 MC 啊，嗰位女士真係慘啊，係咪？你影完即係你影相之後咧，其實仲有少少儀式啊。個小朋友送咗花俾你之後，影咗張相，跟住仲有啲仲有啲叫做處理嘉賓啦，係啊，係啊，即係起碼同。唔知邊個官員同話贊助商或者乜嘢？今次個主辦單位，你起碼影張相啊！係越叫越走喎，連嗰張相都唔同你影喎。我就唔信啦，即係開頭有啲講法就係、可能聽唔到你英文講咩嘢，多餘啊！太玩笑啦，點會聽唔到啊，大佬啊！你係國際球王嚟㗎嘛
同埋佢聽唔到，咁你負責帶隊波，嗰啲行政人員點會聽唔到啫？同埋之前點會落機之前唔講好邊個要做啲乜嘢，落嚟之後要點樣做？即係根本咧兩個可能，一個就係、是一個就係、是、即係喺個飛機上都費事準備啊。因為你落到嚟去求其啦，你問唔點咪點咯。第二個就係我知喎、啊嗯，你俾好多程序，你俾曬個 run down 我，俾曬個流程我話知你啊。即係第一下咧已經相當相當之唔尊重，唔、尊重。呢、這個唔係美斯本人，呢、這個成隊波，呢、這個成隊波。第二個咧個記者會上高咧。我又唔信你真係睇到最後一下先至決定佢出唔出場啊！梗係唔係啦？我唔完全都唔歡喜或者唔認識足球啊！我見佢坐喺度，我竟然覺得佢冇啦，冇著落啦。佢個裝束嚇，竟然嚇係話俾我哋知，佢完全冇跡象會落場啊！咁同埋咧，而家好笑啊！我就冇聽到啲旁述啊，或者冇聽到啲報道。當時嗰個賽事進行嘅時候，原來冇人去睇下嗰個網頁嘅喎。原來喺佢自己足球隊嘅網頁，佢根本連後備人都唔係啊，後備球員都唔係，佢係根本唔係咯。即係而家咪變咗係你俾幾千蚊去睇美斯睇波咯。嗯，唔係睇佢踢波，係睇佢睇波。唔係我覺得今次慘就慘在咧。就是你特首啊，其他啲楊潤雄啊嗰啲咧，開場之前咧，仲入去啊，即係點講啊？即係喺個鏡頭裏面養下咁樣，原來之後咧係人哋咁樣，英文叫 snub 啊，snub 啊，即係直情係冇面俾啊，丁咁多面都唔俾你，你美斯踢唔到，最後兩分鐘，你俾佢出嚟行下都好啊。行下都好，美斯出踢波出名，出名就行噶啦。簡單到譬如話係咁啊，好似開球禮咁啊，踢下都好啊，係嘛？咁係你要佢出嚟，佢就算掂波，係啊，即係五分鐘最後唔掂波，落下場，你係行下唔掂波，即係真係企喺度行下，打下招呼咪算啦，都好啊，都叫做有啲誠意啊。再唔係完咗之後，你早一日你都可以同啲小朋友玩下波啦，即係你唔係傷到咧，係行都行唔到啊嘛。係咪你完咗之後出嚟？啊，如果你睇翻早一日嗰啲係片段，佢又 OK 嘅喎，又唔覺得佢係long禮嘅喎嚇。唔係你即係完咗之後啊，行個圈咧，行個圈咧，即係揮下手啊，同阿碧咸一齊行個圈係嘛？係啊。咁我覺得唔會咁樣嘅，即係大家對佢個寬容度應該好高嘅。今次之後咧，有啲人問會唔會失分？我覺得佢唔係失分，佢失咗球王嗰個格啊。係，即係如果你話你即係呢啲國際球星，我坐喺你都傻啦。即係我個。即係喺香港做咁嘅嘢，邊個人嚟啊？我出去繼續踢波，繼續揾錢，係咪？真係對佢嚟講，呢一個你可以，我哋眼裏邊梗係公關災難啦。但係對佢嚟講，冇乜入獄損失。但係經過今次。即係你問我啦，佢以前就覺得佢形象真係好好嘅，係咪有啲即係佢，譬如係出場之前入去，有啲小朋友行過，俾啲保鏢接翻住，想簽名簽唔到，佢都入翻去埋嚟，同佢簽個名啊咁樣，即係嗰個態度咧，係好友善嘅，但係今次咧。佢真係當你香港冇到，佢真係到，就算啊帶隊嘅工作人員個領隊點樣講嘅，你唔出場都好啦，你唔使乜都唔使做噶啦，咁樣你自己都可以行個圈啦，邊個人會阻你啊？即係呢啲，我覺得隊波隊波真係呃錢啦，隊波真係呃錢。咁即系好似喺报纸有啲人讲就话系国际大骗案系嘛？系啊，体坛大骗案。之余，你自己美斯嗰个表现咧，失咗球王嘅格。系系。
冇格啦！我尋晚都故意咧，係特登咧上去網度抄一抄，哇！原來佢舊年都前年係嘛，都有啲喺球場做好兇神惡煞嘅攣人哋啊對方球員個頸嘅啲鏡頭。不過當時好彩啦，就球證睇唔到，冇罰到佢啊！嗱，嗰啲咧球場上高你喐下手啊，動下操啊。麥拉當然經常有啦，即係你踢波球場上高動咗氣，咪碧咸係第一個主要國際賽事俾人趕出場啦，係咪先紅牌出場？即係冇乜所唔係冇乜所謂，係經常見到。但係呢啲咧唔係有人激嬲你啊嘛，唔係有人特登鏟跌你，唔係有人特登撞你啊嘛，係咪？我有個睇法，唔知道會唔會同嗰個香港嘅主辦單位有關？根本佢同足球壇咧，真係同足球運動咧，完全冇關係嘅，係一個嚇，可以講係門外漢啊！咁啊，再加上你見到咧，呢個足總嘅發言人真係呢個嚇，真係離曬譜嘅。我哋協辦就唔關我事啊！喂，你掛得嗰個牌頭，你就有責任去了解一下啦，唔好咁樣推卸責任，真係。逐個嚟，好奇怪喎！我一路睇啲報道咧 ，Peter。如果你就咁睇新聞咧，佢哋成日話主辦方，就算咧係特區政府嘅新聞稿，話同球迷一樣咧，係極度失望啊嘛，是都係話主辦方，係點名鬧佢啦？主咩辦方啫？我唔知點解係完全明白。睇下你新聞報新。不是你新聞報導，你說怕幫人家做宣傳，做什麼宣傳啫？喂，你有工業意外啊，你有工業意外，那間公司，那個建築商，都點名㗎啦，在新聞裏面。巴士撞車都講明九巴、城巴定咩巴㗎啦。即係點解今次呢個商業機構唔可以點個名出嚟呢？Tesla。唔識讀個名係嘛？Tesla嘅Asia啦，準確嚟講。總括嚟講，咁就係呢個主辦社嘅刊物嚟啦。呢一個叫做係盛事嘅主辦公司啦。點解唔點佢名字出嚟咧？點解唔追究佢咧？就算啊，你嗱而家咧，其實我都覺得貝溫奇咁樣講咧係唔通嘅。梗係唔通啦。佢講到好似話我點知佢穿咩藥啫？即係個意思啊！你點會唔知啫？你有份做協辦的，特區政府更加要知道，你拿了千萬出來，是不是？你拿了千五萬出來，你有什麼可能不知道對方主辦方跟這隊球隊中間的協議，你當然要知道，不是我怎麼落答而已，是給一半，就是他們叫 matching 分，就是你用多少我給多少你，是有配對的，就是一半是你給的，然後再加是贊助他，或者是個長租有另外100萬，是啊，咁所以你嗰个系甩唔到嘅，你自己嗰个责任，个甩唔到嘅，你唔可以话唔知嘅，可以话佢缩骨，我都相信即系呢啲呢啲协议咧，中间梗系有讲明系如果佢大伤，咁我哋决定佢出唔到，踢唔到就踢唔到啦，梗系有呢个条款啦，梗系有啦，咁但系即系呢啲。簡單啲嚟講，你冇壓力咯。所以頭先我咪就話咧，個主辦方嚇 Tesla Asia 佢就唔即係講講俗啲就唔賴架步啊嘛。即係等於我哋以前都見過有好多啊，又講翻特區政嘅就政府嗰啲嚇。你同碧咸咁老友，你我唔理你啊，你即係美斯利，即係你即係美斯利，無論如何。無論如何，出嚟講兩句嘢先行走啊！話你完咗都仲有儀式噶嘛，又唔睬你喎。跟住話已經集體上都縮埋一角啊！佢都係嚇。係啊，係啊，嗱，即係呢度咧，其實啊，唔知點解啦，有啲人咧就抄翻啦。Peter， 你話佢差個人頸啊？有啲人咧就抄翻轉頭咧，就話美斯其實咧。就做過動作嘅，劉曉波咧，即係當佢係病危嘅時候咧，
就曾經咧表達過個意願咧，就話佢好中意睇佢踢波。咁啊美斯就真係簽咗個名，送即係用佢哋嘅方法啦，就將張相咧就托人轉交俾佢。咁啊最後好可惜啦，即係唔可以喺唔可以喺劉曉波在世之前俾到最張相。咁但係大家知道劉曉波咩背景啦、嗯。咁而家咧就好多喺外面啊攬埋一齊講啦，哇，梗係啦，佢可能唔係中意唔中意你香港特區，係、因為當年嗰啲政治嘅嘢咧，係啊，而家咪係啊，我既然令到你土地咧，俾翻啲面色你睇下咁樣。咁你不如唔好嚟啦，你話病得咪咯，你咪直情嚇下一場你咪接坐飛機去日本咯，係咪啊？我唔信係咁樣，但係啦。咪即係咪俾啲機會咧？俾啲機會咧，由人哋入下位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今次就真係主辦單位啦，同主辦單位即係 Tesla 啦，加埋特區政府啦。我唔知個佢哋即係喺當時咧在場嘅，就算佢最後知道佢唔出嚟之後，嗰下。有冇人拍過台啊？有冇人鬧過佢對方？即係太過容易俾佢走甩啦！太過容易俾佢即係俾佢，其實都一個好大嘅侮辱啊！我覺得乜都講少咗。你起碼話俾我聽，係啊！我哋從主辦單位呢個 Tesla， 我哋特區政府賺咗1500万。我楊潤雄局長邊個都好，同佢個領隊，同呢個碧琴咁樣講咗，咪你無論如何都要，如果唔係，我哋會取消個贊助，乜嘢都好啊，你之後告翻我，你咁叻，我唔俾錢你噶啦。咁你個主辦單位你自己搞啊，即係我唔相信佢哋喺個過程裏邊咧，係試過好強力，咁樣去俾。個壓力呢、這個球隊，這個 Inter Miami， 咁即係辦事不力啊！辦事不力啊！因為咧係事後咧，當然係應該係政府嘅一啲嘅發布出嚟嘅一啲嘅非正式嘅消息啊，就話誒係有同佢講過噶，出嚟行下又出嚟做啲咩嘢去補救一下啦。不過佢都唔肯喎，咁樣即係嚇咁。即係用咩方法講咧？你用咩方法講咧？啊！你話俾我聽，我同佢拍過台講噶啦。啊！我面斥過佢噶。啊！提醒佢哋咁樣可能係。我唔知道你咪真系你俾個醫療報告我睇下。我呢啲一定要啦，冇理由淨係單方面信佢哋自己嘅軍醫啊嘛，真係。係啊，你其實呢啲嘢你要硬起來噶嘛。特區政府其他市場都咁硬，係咪？俾場你就唔俾場你。係。我要遊咗你個壁畫，遊咗你壁畫，唔俾你鋪地磚就唔俾你鋪地磚，唔俾你入呢本書就唔俾你入呢本書。咁即係呢個楊局長同埋呢個鄧局長就有好大分別啦嚇。你話如果係對自己人可以咁硬，對住隊波點解軟曬嘅咧？我覺得要追究落去㗎。你話係對球隊欠香港人一個交代，主辦方欠香港人一個交代，你特區政府都欠香港人一個交代，即係呢千萬，我覺得無論如何都唔應該順順攤攤咁樣俾錢噶啦，洗底冤枉啊！真係揈啊！真係叫揈咗佢真係啊！講起呢千五萬咧，好奇怪喎！啲報紙同埋電台電視嘅説法都係咧，好奇怪，係講到好似就係話會令人有個錯覺，就話係咪全數都唔俾喎？查實應該講清楚，就係千五萬係一個配對嘅係贊助，然後仲有100万嘅場地啊！咁而家講緊都係啊，扣減部分啫嘛。但係咧，佢哋一氣過咁樣講落去嘅時候，就好似講到嚇，好似你建議一樣。一蚊都唔俾啊！真系啊！我覺得咪打官司咯。啊！
我覺得打官司咯。你話佢唔適合出賽，你俾啲醫療證明睇下咯，睇下先啦。係係，睇下先啦。你特區政府、你主辦方都要交代咁，冇呢啲嘢點交代？係啊，佢講兩句喎。好簡單嘅係一啲嘅意外，你去呢個保險公司索償，佢都要俾你一個，都要問你攞一個係醫療嘅係記錄噶嘛嚇，真係嚇。最低限度啊，最低限度你都有一個，有一個係簽咗名嘅，簽咗名嘅嗰啲叫做 statement 啊，即係我證實係有呢件事。同埋應該係要嚟自一個獨立方添，就唔可以淨係單方面依賴佢哋自己球隊嘅一個嚇咁嘅係均衡嘅判斷咯嚇。你諗下人哋喺南韓搞出你手。搞錯國歌，就是香港隊領獎的時候，派警察去查，大佬。咁你聲稱話佢有事，即係聽落都冇人信根本，聽落都冇人信。咁你都要有少少證據先得㗎，浪費警力啦。你講就係㗎啦。咁所以唔單止係球隊，唔單止美斯，其實係我覺得起碼有心目中嘅跌曬鍋噶啦，跌曬架。即係你踢波點叻都係假嘅。係咪？你嗰樣嘢做得好，但係你始終即係講到尾，成日都話你球員係好叻嘅球員，但你始終最基本都係一個人啊嘛。一個人對第啲人要有尊重先得㗎。喂，我記得係有一個有一場世界盃嘅咩賽事，佢係咪冚人哋㗎？係咪用個頭？係咪佢啊？唔係佢，嗰個斯丹。哦，另外，唔怪之我尋晚冇猛嘅。咁所以我話其實好叻嘅球星，其實個個喺球場上高咧，俾人撩興咗咧，忍唔住都會有嘅。即係所以你話佢差個人頸咩咁啲 ？OK， 球場上高江湖事嗰啲。但是今次是你沒有風度啊！唔係啊，上次有人同佢解釋㗎，唔係佢自己啊，佢係去行，即係佢係為佢啲隊友不值啊，所以先動粗啊，真係啊！跟住拉隊走啊，咩咁嗰啲唔踢住啊，啲球迷俾人恰啊，咁嗰啲 OK， 即係嗰個覺得嗰啲全部 OK 嘅。但係今次唔係咁嘅情況，係你對香港人對香港球迷一啲尊重都冇，零尊重。他坐在那個是球場旁邊的一個叫啊，我叫後備的球員的嗰啲木凳度嚇，嗰啲凳度咧，冇表情噶，真係嚇，即係我覺得逐啲，即係木嘴嚟噶，真係嚇嚇。咁嗰啲唔理佢啊，咁嗰啲唔理佢啊。你之後出嚟笑一笑，揮手咪冇件事咯。嚇，即係起碼你都對咁多人特登嚟支持你。大家都知道不是支持呢隊球隊，點會捧呢隊球隊啫？呢隊球隊其實講過啦，佢連水平好渣嘅啫，排名連加拿大加拿大嘅球隊佢都即係喺北美嘅聯賽，佢都輸俾加拿大呢隊，其實個排名好低嘅啫。同埋佢呢隊波咧，佢呢隊波都。被人彈的彈很多的因為他球星很多啦是不是只是以前巴塞的隊友都好像有三四個計我自己起碼有四個在這裡那年紀大了一點但是還好踢得的嘛不過就是因為錢落在那裡就說他們的後防呢其實就很渣的有人做那些統計呢好，我哋休息陣再講啦。因為睇上半場，我哋香港隊打得幾好噶，就亦都間接印證到你頭先講嗰就係佢哋嘅防衞麻麻地嘅啫，真係。呢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住大家，足本重温，聲音下載服務，年費1000蚊，請即訂購支持。